这是什么破地方？我要尉迟哥哥背我回家。尉迟哥哥带我来过这里，你才是真正的尉迟哥哥。 星玄月，这幻境分明是我和刘莹来过的地方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尉迟哥哥，你快看，星玄月，好神奇啊！哎，尉迟哥哥，我想看漫天流萤，好不好？ 床啊，尉迟哥哥，
玉池哥哥，谢谢你，我们就留在这里，不走了，好不好？ 开始留恋这美梦了。哎呀，龙王，你可不能留恋，一定要找到罪魁祸首！快点，快点啊！青青，能让尉迟龙岩也沉迷的人，必须要非常了解他。我怎么感觉这个梦像一个陷阱，是奔着他俩来的？是。让我想想，他俩同时得罪了谁？他俩同时得罪了谁呀？ 吃啊！你说这榴莲酥好吃？嗯。我和刘英其实都知道彼此不爱吃榴莲，但外人却不知道。 只是他为何会知道夏侯府？有机会，咱俩再好好聊聊。200年前的往事，200年前，他一定是从青青的口中，道出夏侯府的往事。 尉迟哥哥，这么多地方，我还是最喜欢这里。你喜欢吗？当然喜欢。不过今天我们走了很多地方了，也累了，不如就在这里休息，等醒来我们再去吃糖炒栗子，如何？好啊。 开始控制真身了。